是怎么个情况？是的，大客对面，牛皮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九里城。怎么说？我破碎，我破碎，你破血，试试你破血吧，试托你也破血，好不啦？这样够了。哎呦我操！拉倒拉倒拉倒，我他妈点差了。看你有没有医术，你应该有医术，他包卡对吧？嗯，肯定有医术。水星诀。风中，我操，风中个宝宝，问题不大呀。可以，一个破血就死了，辛苦了。操！哎呦！哎呦，破碎没出，傻逼了，我点到破血了。哇操，他比我们快，破碎没用。这么快？他下巴一样拉起来可以吃蓝的，没用。亲个宝宝吧，亲个宝宝，亲个宝宝。怼人他妈有点费费啊，怼人。对。哎，对面第二道怎么贴了？他都贴了，对啊。要嘎了都。什么意思啊，对面？然后。三四多金山。可以破下三四的金身，四活的宝宝就破一个分身，破一个，破一个吧，点三号宝飞好吧，四多把三号破了吧，然后你地府给四托加野兽，化身给宁波加野兽，我们金套路锤把三号宝锤了。我们宝宝 A 吧 A 的死他，哎拉倒吧，哎我宝贝疯了，哎呦我的妈傻逼，没事，这个没加野兽，这个没加野兽赚了。一万，他都没血了。哎，他开始是怎么掉血的？不知道。打剑会不是满血吗？奇怪。他是去贴九黎城贴了。哦，贴了七千二。哦。天，金甲，金甲，我操！又贴了，石头开路哈，直接开无间能行吗？能不能直接开无间呢？化身叫宝宝，那地府要不先不叫好吧，地府先加野兽吧，先加野兽，先加野兽，我让人浪，一起浪吧，把三号宝浪了，试试。好。瞬击干死了，没了瞬击。林中鸟，不够破碎，差一丢丢。你这波只打死他呗。
好吧，你这么着打死他得了。对，你又得把他打死，你宝宝自己破个保护，然后我自己开，我没闪出来，我没闪出来，指着你宝宝开我，地府宝宝开我。行，化身破小破，我们两个金套路，金套路锤，好吧，金套路就金套路锤一波吧。四神战役来吧，金套路锤一波，金套路五号虫吧，女儿村的宝宝石头飞。别住，嗯，走走走，有这陆豪就好了，有这陆豪他就死了。哎，真死了。五千痛，爆，四千。哎呀，对了，妈的，这从来防御的。要不提前把无间开了，怕个毛啊，是吧，提前把无间开了吧。我这一波出宝宝，我这波出顺法，你宁波城的话这一波你直接翻脚号翻了吧，好吧，翻脚号搅一波来吧，点他们二号包，点他们二号包搅都行。要破个保护，他们拼命，必须得拼命，翻脚快夹夹夹夹不出去。瞬间刚好打死。开试试，我们直接偷吧，好吧。我自己开，行。试试你天崩地裂。啊。崩吧。队长，好吧，队长，队长，斯托亚连环击吗？对面如果死的话，七火大锁。你看着来。地府摄魂呐、啊。摄魂，摄魂。不偷了化身赢不了啊，偷了化身才能赢，要不然他们能缓得住的，一定缓得住。你化身保一个随便保一个吧，好吧，我们有两只力皮再来吧。不偷了化身真赢不了，偷了化身简简单单。侵蚀不是这个东西，侵蚀这个是利地府的经脉，这个不是减伤害。那条摄魂够吗？很累的。哎呀，那本来天神怒斩好用，没用，用了天崩。哎，一个没绿，我操了。爆！操，金甲你妹的，两千九，完了，死不掉感觉。哎，妖了，死了。哎，好好好，伤害在线了。
行，六到九力 ，OK， 把他打死。有去死就有去死。狮驼叫什么宠叫了？画上还有破甲吗？继续破。妹子，你这一波，你这一波的话，这浪与浪好不啦？浪与浪起，浪对面的五号宠吧。哎，他没天地了，他没天地了呀！小爽挂他呗，小爽挂他，对，小爽挂他，只要点他浪，点他金套路点死。那女生金套路的，那也得弄死他吧，反正有无间道无所谓了，来吧，是吧？拿虚弥，拿虚弥也行，拿虚弥也行。万一他天地天到那个武装身上，或者天到女妖身上，他们炸开，嗯，换也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很舒服，也不错，这老线体。天地怼歪行吧，天地怼歪，天地怼到吕若春身上，他们死得更快。哎呦，天，那个宝宝你妹的！嗯，运气有点好，对面这要是天地到吕若春上，吕若春死定了，神了。对，他吕若春水性，他应该水性水的宝宝呀，他没水出来呀。啊，对，要么是这五龙的养护。怎么狮驼下暴没变身？我们狮驼下暴没变身，没变身，狮驼变身。化身的话要保一手狮驼灵吧，你鹈鹕保一手吧。他最喜欢这种，最喜欢这种封印了。地府的话起鬼眼吧，来吧，鬼眼起了。狮狮，你这波有天生路斩，狮狮，你这波天生路斩，直接斩他吕若春。不不不，你这浪。这浪与浪吧，好吧，把对面的五号宝浪了，来吧，浪五号宠，留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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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会我们继续怼他一手。嗯，要浪一号宠，坤打一号吧，把一号砸了。哇操，鹈鹕歪了。也不一定吧，他应该是。你好，换了。分过来。养护。养护养护解了，对面魔神四法，你手抓用过吗？行，你抠死他吧，把他，你抠死他吗？他那个九力神这波出手有点凶啊，他们这波有点杀。化身有没有金青的化身？没金青，有水青。没金有水青，你水青水一下吧，你宝宝开上面凌波好吧，上面凌波你直接天生路斩，斩斩对面的，斩对面谁呀、啊？斩对面化身，斩他化身吧，好吧，试试你就斩他化身吧，换斩了吧。啊。别神，可以没神，他们加不上血。那我斩回来了。他们没地方，他们没地方，你随便斩点地方去对面的很难受，知道吧？斩个宝宝的钻，三十宝宝的钻，知道吧？能源哦，能源，能源。下波你估计得先敲死他吧，必须得先敲死他呀。我破碎破他，已经破他了。我97，哎呦干我哎！没事，你躺下自己拉吧。正死他，正死他，这波死他金青过了，有血量了，死不了，斩个宝宝也行了。狮驼飞机飞，刚好飞六个，对面还怎么扛？走你呀、啊，防的，2500，神了，先延，你不能先延，你先弄死他九力神吧，先弄死他九力神再延吧。先弄死九力神再演，然后狮驼拉拉瞬击啊，瞬法，瞬击感觉就够了。瞬击我们可以立即砍死他，是吧？我好像没瞬击了。你金套路锤吧，试试你金套路锤，给自己顶个大金。哎，我没有瞬击了，哇操！
法也可以啊。顺法了，顺法了，顺法了。哎，你这样打没爪子啊？你抓他呀！你弄死他的话，有小死亡一起验呐。双眼啊，可以。我去，没反应过来，应该是。六道打死他多好。下波必须得延了，下波，要不然他化身起来了，只能延一个了。对面九里城无限拉切的出手，我操，这地形怎么办？我可以拉。你拉虚啊，试试你拉虚，拉虚试托飞机飞，好吧，肯定是飞。地府不严，对面的化身没法整，地府只能严了，严吧严吧。我进套路锤吧。虚不到地形，是虚不到地形，没办法。先锤死他了，管他虚不虚得到了，我们就是飞秒去了。他九里城这波也能出手。完了，对面一个地形把我们清场了，这要。哟，好快哦！能不能神了？我操！不痛啊！轮子来了，没事。不要连。没法防了。好，没了，就这。我靠，还有小法。哎呦！还行，幺二三的飞机。不对，对面还有个九地城。里面还有个九地城。哎呀！但我哎，那几个技能我没注意，三花三个技能。没开四团还好。还好。要中，你看。哎，没这地形的话，对面怎么都打不死我们人的。对面都没恢复了，只要输出去砸出去，对面就是扛不住了。点什么？他九地城也是神佑了，有成妖了。对面快扛不住。我们地府这边没有注意那个双眼了，一定要下次注意双眼是吧？点死他化身了之后，肯定是双眼他的。哇，这个幺六三真的，逆皮还是看的法系，我操了，看旅游村了。死了吧？还行，死了就行。哎，对面他妈九地城化身的拉瞬机啊，必须的拉瞬机。我要嘎了。拉瞬机你死吧，你浪一浪吧，好吧，浪一浪。虚名我只能虚名那里。浪人浪。我死了自己了。你死了自己，对面九地城打出来，我们都死了。那我怎么办呢？可以凌渊吗？凌渊台也不行，算你错，好吧，我们都死了。试试你自己拉下自己，试试你自己拉自己。浪人浪自己拉自己，对。那队长谁拉一下？我拉了。嗯，没拉起地府，对面女妖说拉起来喊了，我们裂开了，是归宿吗？石头这个，哎，非得把那个九地城延进去，我操，这么点死卵用没有？非得给他延进去，非得给他小死亡干进去，地府装没拉起来。压死了旅游村行不？差了还神佑了，哎，打的地形还不错。那地形很快。石头飞吧，石头的宝宝拉地拉石头的宝宝拉队长，队长喝吧，好吧，喝。你化身把自己先舍身死了吧，化身的孩子拉我，好吧，孩子拉我。你进套路锤啊，试试进套路锤。续命拉下自己，试试你续命拉自己。
去躲啊，该起来没有死。完了，我们四婆这波肯定出不了手。这边的化身也活了。你没打起来，这孩子是龟速的，我操，不该拉的。哎，你先活血活了，你先活血活了，地府把地府活了，好吧，地府给我直接砸他，好吧，用六道把他九流打死，好吧。用掉了给我把他打死，不打死没得玩了，打死打死，他什么人他瞄上没有吧？化身我佛慈悲拉师傅，师傅飞吧，好吧，哎，化身一活就活了是吧？那孩子拉师傅吧，好吧，师傅的宝宝拉林 boss 浪人浪来吧。OK OK， 你先活就活，不放，我操了，妈的，打不死完犊子了。演不进去他了，怎么都演不了他了，这怎么都演不了他了，我们行了就没人挂桥死亡了。试试你拉虚弥好吧，拉虚弥吃透我拉地府，地府喝了下波行吧，好吧，没辙了。我没有去，我只有圣机了。圣机，圣机拉也行，拉拉。化身干嘛？化身你舍自己呗。圣机也行，顺法圣机都行。看着来吧，看着来吧。哎呦，没中！哎，其实也打不过了。试试你叫宝宝叫吧，好吧，地府行吧。地府还几个九啊？两个九。你地府那一波操作怎么能失误了？那波操作简单性失误啊，这是对吧？他化身被我们点死了，有小死亡在身上，你把他九力神干死，双赢了，这是这么简单，那波怎么能失误了？这是搞半天还拉个瞬击把他干死，人家无限强拉的。
算了，下局了，收吧，下局下局，是收了吧，下局下局，浪费时间了，没小爽根本打不了。该说不说，这把绝对是赢了橘子啊，绝对是赢了橘子。地府操作手操作问题，不是说甩锅不甩锅的问题，那肯定操作手的问题。这种简单操作，六刀把他打死，把对面双岩了，对面九里城那个地形也拉不出来。我们无限飞，对面是三个人怎么回血的？告诉我，没有九里城，没有化身，他们三个人怎么扛？哎呦，把他们的化身跟九里城一双岩，简单橘子，累积经验也是对的，肯定怪你这把，累积经验是对的啊。一定要记得地府打死人是带小爽的，人双眼，我特意把化身弄死的就是为了双眼。狮子宝宝跑了吧，哦，鬼魂的躺地上了。慈航无限慈航是不行的，知道吧，无限慈航根本赢不了，别想这慈航，慈航只有三攻对三攻可能有点用，像这种对面一个人都没死，对面完整完成完美阵容的情况下，慈航是没有任何意义的，慈航起来四打五根本打不了。最主要这 PK 对面九里城比我们快是个问题啊，他九里城比我们的秒针快，这个是关键，超快。还有地府那个侵蚀技能也是两下的，也得注意后面。这地府是我喊了个操作手啊，对面九里城出手，我们的伤害是扛不住的，知道吧，你那波慈航提前一波慈航没有用的，慈航是赢不了的，知道吧，慈航赢不了，一定得把它延进去，一定得把它九里城延进去，你不延的九里城是赢不了的，一定得延的九里城。所以说这 PK 不要想着慈航能翻盘，看到屏幕上全是慈航翻盘，慈航翻盘，喝酒不慈航，慈航没有用，慈航也是输，慈航是对面这种很齐全的慈航怎么能赢呢，慈航行起来四大五不可能能赢，主要还是他们九离太快了，主要是我们失误了。主要是我们操作巨大失误。